我在想，实际那个痛是非常的辛苦，因为是脊椎，它牵动到你的腿部跟你上半身，跟膝盖的痛有可能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在穿的时候，它本身是有压力的，所以我就想象师姐那时候如果受伤，真的在穿那一个这样子要把它紧压的时候，一定是更不舒服。对。